这是要往那个加热水的方向进行。那个加热水哦，那这个是太平洋，很漂亮。底下我跟你讲哦，你看那个深蓝跟浅蓝中间是不是有一条线？我跟你讲，这条线是断层哦，断层直接垂直下去3000到5000米哦。哎呀，所以咱台湾海边啊，所以没啥人出来游泳就是安尼。浅水屋啦，来，你看左手边我现在刷拢吹起来了。就在吊桥中间去拍照。我跟你讲哦，咱等下吼，今吊桥咱跳一个凳吼，你得先去坐那个凳。来，海口地哈，海口地这几字啊，你得先看一下左手边，哎，港口茶。赶紧去拍一下。那你车顶无人知啊，今天你知我知尔。这边哦，哇，台湾海峡，近距离的看台湾海峡，哎，非常漂亮。哦，美丽海况，你看这边的海边哈、哦，海滩哈、哦，你看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哦。哦，这个是那个都是礁岩的哦，那个礁岩，礁了，哎，礁就是这个礁，哎，哦，那个水量很大。加露水啦，哎、欸，垦丁这边的加露水，哎、欸，台湾最南端。哦，你看他们这边，连这个哈、哦、海波那个小海墙也都有画画，我都颇小的。哎、欸，哇，这满洲呢哈，满洲蜻蜓的呢。是算是满洲乡，哎、欸，你要到那个台湾海峡哦，都要，哎、欸，在以前还没开发到这边的话哦，那个路都不好走，现在开发的路都很好走，哎、欸，哦，那边你看，那个幅度不低啊，哎、欸。漂亮。那他们这边大部分都是住部落比较多。哦。哇，加热水了。哎，加热水的看板在那里。
在那边抢拍了，没关系啦，待会两个可以比较好拍吧。走过去，哎呀，那边哪先行了啦？那就等一下了，等一下了啦。等一下。Thank you.
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水啦，就是这么漂亮，这么美啦，啊，哎呦，真的很远啦，对。要么坐交通车，就距离要在五公里啊。都是天然的，那他走过去，我们走过去探险一下。哦，这些都是冒险家。春天的香菇。喂，哦，加油！加油！大家只会看那个海面啦、啊，那个山壁也是非常的漂亮。哦，这个好像在拍那个，好像抖音山一样，都光秃秃的。
加洛水风景区奇岩怪石。